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新股的板块来说，比较小型的股票，集资额比较小的，比如说10亿资金以下的，一些概念比较独特的，股票，或者是可以受到一些政策优惠的，会它的涨幅会比较大一点。比如说之前受惠于家电下乡的一个消息的1280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接下来来港上市的话，可能一些相似的一些股票也会受到一个投资者的一个青睐，比如说是会来港上市的一个新股，就是雷士照明的话，它是曾经受到过一个奥运会的一个订单。那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在第一季度这些上市的股票，他们在路演的时候，它的市盈整个大市还处于一个相对而言比较一个低的水准，所以说这些股票定价的时候，定价市盈率一般都在20倍以上，也很少出现是高定价定价的一些股票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整个到第三季度之后，第一季度之后，整个大市位置已经推得比较高，然后新股再来上市的话，可能的它的市盈率定价会更加高一点。主要是我们可以看到，如果定价合理的一些股票，又具备比较独特的一些概念炒作的话，还会受到一个市场资金的一个青睐。